我身后啊是一个年轻的美女，正在摆摊卖熟食、鸭货之类的，比如她家猪条、卤猪条，19.9一个，而且她的营业模式、营销模式很特别，带大家看一看啊。好，现在是出摊了。呀呀呀呀，这个是啥？猪蹄。猪蹄。这个是麻辣鸡架。麻辣鸡架。鸭货。鸭货。好。这个是，猪耳朵。好嘞，现在是下午5:00啊。好，麻辣鸡架，也这一个挺大的吧、哦？挺大的，对。现在这个是怎么卖呀？现在咱们10块钱三个。哦，19.9一个。对。给我捞一个。哦。中午不卖，我们就5:30出摊，卖完就收了。这一个有多重啊？至少8两以上。8两以上。猪头肉。12半斤。猪耳朵。20一个。肥肠怎么卖呀？25半斤。我下午5:30出摊，卖完就是了啊。对。其实我现在太原是在寻找合伙人，我出摊出货，然后帮你选位置，你出人出力就行了。然后相当于一个保姆式的保驾护航，你自己干见生意好了，稳定了，对吧？你再把摊接过去。嗯，我也怕你做不起来，毁我的那个名声嘛。不要一冲动看网上那些成功学，嘎嘣一下裸辞了，干嘛呀？咱这个其实就是中央厨房，直接做好90熟。你出来5:00下班，你5:30就能出摊了。每天摆2个小时，给自己多个1-2千块钱的额外收入，不好吗？对吧？再给我钱，鸭头怎么卖？5块钱一个。5块钱一个，那这个鸭翅？鸭翅1.5。1.5。3.5。锁骨3.5。你这后面就是一个熟食店，你这摆在人家门口，没事吧？联机送到站10元。他带着我过来做这些产品，带我去了解这个摆摊的一个流程。到时候你把这个摊儿转给他了。对。啊，这样挺好。帮你选位置。哦，位置是你们帮选。我出车出货，你出人出力，咱们合作关系嘛。就行了。最后分成是怎么弄？一半。嗯。生意不错是吧？要不要交押金？车对，车需要交，到时候你不想干了的话，咱们退回来就行了。就退了。假如我第二天不想干了，就立马就退了。吃过没？吃过。怎么样，味道挺好的哈。因为我上次拍过嘛，说你家东西是比较实惠，对，但很多顾客就问这个货有没有问题，货源啊什么的。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解决了供应链，所以才可以做到这么实惠的。因为你像我们平时，我自己下了个工厂嘛，进货量大，9.9元，所以说拿货便宜，而且呢，我们的技术比较，就是我们请了最好的师傅在工厂去给大家卤，这样子的话物品损耗就少。大叔吃过猪蹄没有？昨天我来了，没了。哦，昨天的没了。啊，哎呀。猪头肉12.5块钱，这么多？哦。那你们负责又负责配送又负责找店，这个成本不高？该付出的总得付出嘛，毕竟我们看见这个卤的颜色和那种还行哈，叔您直接要不先尝一块，到位了啊，要不先尝一块？不用尝，不尝我能看出来。能看出来、哎，卤的这个软硬和这个，你说一辈子就能吃了。我重庆的大叔，哎，重庆的。反正我在网上好像看到你很多很多，哎呀，你还看到很多很多回啊！哎呀，一说话我就给你。来，握个手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那肯定是。好像在饭店里头啊，好多那个我还好像有喝醉的。好，大叔你今年多大了？我60多了。可以哟，看到你状态很好啊。60。厉害呀，还骑了单车，爱运动是吧？我看你身材挺好，经常运动。好，大叔慢走，回去喝酒。好，哎，那这个五五分成你能接受吗？接受，我可以接受。你不觉得少？不少。然后像这么一个摊儿，一天卖个1000块钱，真的不算多，一点不夸张。那我们的毛利在30%-40%左右，然后两个人 A 一下，一人一半，那你一天就是200块钱，20个摊一天就是4000块钱。哇！所以大家如果想做外地代理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的话，需要我们评估你的毛利。好的，明白了。大家如果是买的摊儿，其实我们就守好眼前的这个盈利平衡。
就还可以做一个外地的一个总代理这种模式。好好好呀，厉害厉害，可以挺好。哎呀，吃完了，不错不错啊，这味道还真是可以。我觉得只要你稍微能吃点辣，那他家这些鸭货你肯定也能接受。生意不错啊，又围了这么多人。呀，猪蹄都下去一半了。不止一半。哦。还有哎呀，我是觉得你家这个好吃啊，甜，对，甜辣甜辣的，特别好，就是还有脆骨也嚼得动。对，这个叫啥呀？这个是猪脆骨的鸡脚骨。哦。现在得如何装？反正一盒能装多少升呢？就这一盒10块钱。对，多多的装。天已经黑了，现在是7:27，看看卖的怎么样了。小猪姑娘，今天营业额是多少？卖了多少？我给你看看。多少？还没破2000。哎呦，1896。嗯，对，那这卖完就够了。你跟他说什么？啪啪收钱，怎么了？啊，就是收钱吧，一直到账，心情就很好啊。听到那个什么收款20元，收款19.9元。哇，好开心。时间过得很快。到时候还有。要，卖光了。哇塞，好，猪头肉也卖光了，鸭货几乎快没了。哇，好棒好棒，太棒了。今天因为天气不太好，风大，像平时这个烧烤摊就坐满了。小宋姑娘家里店里是卖烤乳猪啊，之前都吃过拍过。